我们今天跑来三只的牛仔庄园，然后天气超级好的。进来这边我们有定位哟。天气好到超级惊人，一进来就看到大马。然后这边是户外区，我们是定室内的，因为我很怕热。哦，好啊，时间有限。哦，好，我们在这边，这边也有耶。我们先来看马，因为工作人员说大马等一下要收起来了耶。还有小马耶，在吃草哦。弟弟，你看，可以喂他哎。大马要收到哪里？他应该要回他家。好可爱哦。吃饱了，还要吃吗？打卡评论就可以有喂马的。走，准备喂马哦。好，喂，球球去了，球球，你要走过去啊。他吃很饱，他可能不会。哦，过来了，他过来了。哇呜！哦，球球，他很大力哦。换弟弟，你们弟弟来。来，弟弟，你们弟弟加油。哦，悄悄，啊！弟弟，换弟弟来。弟弟敢自己喂吗？好，加油，弟弟加油！你要给他看到哦。好。这个太小块，他会那个。对，那呜呜呜呜，弟弟。好刺哦！弟弟，你有吓一跳吗？对，这个也是大马，没有错。越长才不会咬到。对，秋秋，你要抓紧。弟弟，你不敢喂了，对不对？你敢喂啦，你找一个长一点的，这根很长。弟弟要不要？他不敢，他可能刚刚差点被咬到，吓一跳。可以把它放在这边，他就会来吃了。好，那你放那边，你放上面喂他。你把它放在栏杆。你说来吃哦。谢谢姐姐。那你拨小一点放，才不会那个。你可以偷摸他的头发，可以摸他的头发，偷摸他的头发。可惜，对，你刚刚有偷摸他的头毛吗？要吗？我们拍完餐点就来了，这是儿童餐耶。然后这个是我们点的鲜虾。还有一个牛排还没来，排来了，滋。101大楼吗？哇！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嘿，好可爱哟！老板特别再给你一个番茄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喜欢吃耶，他人好好。你看，老板还给我们绑头发的耶，对不对？你说这个是什么图案？是 giraffe 吗？你发现的，对不对？也太强了！悄悄，你也绑头发的耶，悄悄，好 Q 啊！你绑头发，爸爸绑的吗？好可爱哦！对呀。这个是寿星抽奖，我跟爸爸抽到咖啡跟拿铁，我们下次再用。他也可以今天喝，可是好饱哦。我们选下次哦。
这边有七个小椅子，坐在这里看夕阳。坐吧 ，TT。哇，我们坐在这里看夕阳，来坐吧，坐吧。来，选一个颜色，选一个颜色。好，你选蓝色吗？好好，那 TT， 你选黄色，你是小小兵，要不要？那妈妈选粉红色哦。你要粉红色，好，你坐着。好，那妈妈是黄色，我是小小兵。好，坐着。对，我们坐着看夕阳。有蚊子吗？哇，你看 TT， 你看，好漂亮哦。这下个也像了。还有鸟鸟哎，悄悄，你很浪漫吗？这个是下个也像了。小小喜欢红色啊，跟悠悠阿姨一样。啊，你是小小兵。我是小小兵，对啊。哇。TT， 你跟宝宝很浪漫吗？宝宝在干嘛？宝宝怕有蚊子。我一样。我悄悄要骑马。你要骑大的，那你要等一下哦。悄悄，好，换 TT。换 TT， 好，你们两个一起耶！哎呦，谁要骑大只的呀？好 ，TT 要骑大只的，好，好，妈妈扶你，妈妈扶你，来，你也要骑大只的，太夸张了吧？好，好。哇，弟弟你好 Q 哦，你绑这样子更 Q 哎、欸！啊，球球好厉害哦，球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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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乔不要挣扎哦，知道吗？好，你坐小的，小乔会害怕，弟弟坐好哦。好，坐好。可乐可乐，爸爸耶！干嘛？我发现你很搞笑哎、欸，这个是马啦，不是长颈鹿啦，对不对？你再看一次，他是谁？他是那你为什么说是长颈鹿？你看错了对不对？你看错了对不对？这明明就是马，他是 horse 对不对？跟他拜拜，拜拜。我还以为是橘子。不是啦，请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哦，拜拜拜拜。